国的游戏公司要携手合作进军全球市场，这次还特别请来了本土的音乐才子，同时也是金曲歌王施文斌，打造了游戏主题曲以及扣人心弦的中国旋律，再加上了恢宏的气势之下，两岸公司结盟的新游戏未来要进军全球，今年还要挑战9亿元的营收目标。世界旅游皇后正在台湾进行选拔，有24国来自于世界。